来哦，这里是魏武营啊国际音乐厅。整个魏武营大概有总面积大概47甲左右，47高啊，很大的一个腹地啊，旁边公园都很漂亮啊。这里是即将完成的高雄国家中心音乐中心，非常的自大。哦，每到黄昏都很多人底下散播，很漂亮。刚好夕阳西下，好，里面这里是音乐中心的售票口。边真的非常大，整个腹地有47甲，47甲非常之多，是南台湾最大的都会中心。哦，上面还有草皮。下午是很多人休闲活动，高雄人休闲活动好清楚。在前面啊，就是高雄802的医院，国军医院。整个建筑非常之大，
拍摄有一个捷运站，卫武营捷运站。好，以后要来国家中心就很方便了。好，卫武营捷运站，卫武营捷运站。好，这里就是802的国军医院，前面。好，下班车辆啊，相当。整个建筑非常的宏伟，好像一艘航空母舰。建筑非常大，加装。好，这是好几个。高雄国家音乐中心。到1000也要花蛮久的时间。非常漂亮的高雄国家音乐中心。